让你给周总煎几个蛋，就整一个，怎么够吃啊？这里是十个，这不就一个吗？哪来的十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这蛋也太小了，怎么煎呢？来啦！新公司开业，我让你准备点水果，这是啥？拉链芒果，吃起来方便。你是不是当周总傻？这玩意怎么吃？新公司开业，你肯定要搞一些什么红红火火、大吉大利的，什么火龙果呀、橘子之类的嘛。你看你这搞的是啥？这就是火龙果和橘子呀。你当我瞎呀？这怎么可能光是火龙果和橘子？Don't just thank you. Mol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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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st don't just thank you.